林志玲在忙碌的工作行程之外，也相当积极热心公益。连续两年，她都推出了慈善的年历，而义卖之后的净所得也都捐出来。而昨天呢，她所属的凯沃公布了2010年的年历所得，总共有426万。全台27家慈善机构也获得了帮助。而林志玲2011年的年历呢，将是趁着今年这个9月哦，到罗马参加活动时哦，利用一天空档所拍摄的这些照片来组成。她也表示，是明年底呢会继续的来发售2012年的年历，但地点不再是国外，有可能会选在台湾拍摄。而且他也透露说啊，其实他每一年都自掏腰包购买了自己所拍的年历，来分送给亲朋好友以及工作伙伴。